刚好是那个基础测物理第四章那边，所以刚好就可以复习一下。高三这边好处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限制。在
你讲大声。你要开场。这样可以吗？有没有回音声？这样。
第一个最明显的是那个准备的问题。有性生殖的话，需要配偶的参与。从遗传的角度去来看的话，有性生殖比较能够形成高一点的遗传变异。无性生殖不要讲无遗传变异，因为它没有，它没有，因为你至少要考虑突变的问题。再来，像这种方式，对不对？那好歹有利用到卵，那所以你只要有利用到的话呢，减数分裂的时候不是要来。分裂的时候，同一个染色体要互相分离，所以任何一个子细胞只会拿到当初成对染色体的其中一条，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看上面的基因当参考的话，然后长的这对你要哪一条，短的这对要哪一条，对不对？然后那所以呢 ，A 只是跟 A 去选，你要拿到大 A 还是小 A， 对不对？因为拿到哪一条，可能就决同时也决定了拿到的是大 A 还是小 A， 然后呢，另外一条呢？一样会决定你拿到的是大 B 还是小 B。因为我们只是以染色体为决定单位嘛，所以这时候呢，染色体这一对跟这一对呢，它就会有自由组合的问题。所以只有两对，以人类的23对来说，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组合。所以光配子的产生这个阶段，事实上就会有很多遗传组合的可能性。然后等到那个受精作用的时候呢，哪一个遗传组合的精子跟卵会结合，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遗传变异一般来讲的话，有性生殖相对会比较有优势。然后，遗传变异一般又容易把它跟一件事情几乎化为等号。那这个有一点瑕疵的，就是那个适应能力的问题。为了要去凸显那个演化的问题，通常他们会
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一个族群啊，这时候不能谈个体，一定要谈族群。当一个族群的遗传的变化度比较广 ，OK， 那因为地球的环境不断的在发生改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现在发生比较严重的改变的时候呢，整个族群里面有没有某一小群体它的遗传特质可以应付变化之后的环境？那一群就是幸存者。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整个族群可以顺利的完整保留啊，一般比较不需要去做这样的期待。可是我起码可以让某一小群体有机会活下来，所以遗传的变异的广度比较大。那对于环境的这个变动过程当中，调适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好。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无性生殖，因为它的遗传变异的范围很窄，所以如果小变动大概就还好。如果环境的大型的这个异动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大灭绝的现象，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就会比较差。OK， 那因为这个部分一般是为了去谈什么事情呢？就是为了谈演化。所以有性生殖一般来说的话，它
它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它会产生遗传变。好。一整合下来，因为两个的状况，它无性还是可能会面临减数，那个情况的无性。这样直接写下来就关，关空间不够啊。无性的如果是用到卵，不用到受精，它也要面临这个检出分裂，好吗？好，然后所以剩下来。其他大概有性或无性，无性的话，接下来就是各种，我现在要讲的各种无性的啊，各种无性生殖的方式。如果是有性生殖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去留意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植物的话，要留意什么呢？植物的话要留意那个授粉的方式。那是风梅花还是什么虫梅花或者是鸟梅花啊，就是利用那个动物传粉的啊，这是第一个有关有性生殖在植入这个层面的问题。动物的层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要留意受精的场所，体内受精、体外受精啊，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是那个胚胎发育的场所，啊，所以就有那个卵生跟胎生的问题，啊，所以下一个重点就是胚胎。啊，胚胎发育的场所，啊，大概就是像这一些细节。如果是人类的话呢，就当然就是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很麻烦的生殖周期，那个啊，所以这个已经就是延伸出另外一块的啊，所以刚刚之前的话，一般有性无性，如果说基本概念的比较，大概是这些。好，嗯，该醒了，应该也醒了。那件行李总共花了人民币3000元，就为了那件行李这样子。
延到我为难吗？是这样还是这样？杀到大阪，然后呢，在大阪街上，哦，就是累了就去车站睡，然后坐出来，然后就去街上给他逛，然后吃到饱，晚上，然后接下来三天之后再搭着飞机再回来，这样的，这样可可连住都省下来，这样子。对啊，你让我逛在大阪街上就走到了，那可以可以。好，就我连我自己的东西都还没有怎么买到，哎，我已经要回来了，这样，这很残酷的，真的。好像回去。当然很委屈啊！你讲那个请柬谁看？因为我家到目前没有电锅啊，只有大桶电锅，没有那个蒸煮锅，没有电煮锅，所以一直都是用大桶电锅。被迫每一次就是那一餐的饭一定要吃完，很痛苦哎，真的。有了那锅之后，我就可以慢吃不完用个餐。可是你这样想好了，你买一个电锅只要台湾的三分之一的价格，你买不买？真的。Yeah.
大阪就够好玩了，刚刚没吃。你看去十天以来，其实最大的满足是我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吃到冰淇淋。知道我儿子都在气我，哎，前面吃完两天之后，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说，万一有钱花光了，我就不能买这个糕给你了。然后，所以从第三天要买冰淇淋，就有一起一个人拉着你的手，不可以买。好，很好的一下。
实我很多行程里面都是便利商店解决，而且这个便利商店很贵，每次随便吃一餐也要多少。我日币也要1000多哎，可以在便利商店吃到日币1000多。啊，就这样。啊。刚刚今天没有点了，跟继续讲了。因为这样比较精简啊，就一辆车4个人刚好。他租那个 Fit 那五五门的那一种，第一时间行李2件上去就差不多了。所以后来从那家店走出来的时候，后座已经只剩下一半的空间，里面多了4袋加一些东西。啊？没有，我就是去，主要是北海道啊。所以我是从大阪进出，然后杀去北海道，去美瑛富良野看花季，然后去爬那个日本最高的山，那个没有看到那个雪，就是夏天的，然后还有那个冰河在这样子，然后去走一下冰河的感觉这样子，类似这个，然后再从旭川动物园逛，哇，热死了，然后旭川动物园都好难嘛，这样子，那江一鸣很喜欢，然后后来离开旭川去札幌。哦，所以我在还车，走在札幌车站的时候还蛮壮观的，就是2个大人，2个小孩，每个人拖一件大行李，然后那个站务人员，因为他跟我说那个2只小朋友到，那时候还不知道2只小朋友到底要不要钱，然后他在跟我们解释，然后在旁边偷笑，4件大行李，然后哦不对，其实5件，其实有一件是叠起来这样子，很重，那时候我已经。快要等下手快要断掉了，因为那个时候面包机还没到手，电锅到手，然后松饼机到手，然后药妆，等等，所以看我连吃的，我妈后来是很不得已，后来我想说这样不对，这样太不孝了，我还是买一条那个洗面给她好了。跟你讲，那些药妆很多是人指定的，想到这个就吐血，来帮人家打这个针。啊，是啊，啊。